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用一把韭菜、几颗蘑菇和蛋做一个简单的汤。那如果你喜欢荤腥的话，就姜几根肉丝或者几只虾仁，油里先煸炒一下。今天我只用到韭菜、蘑菇和一颗蛋，可以用砂锅，待会直接上桌。放少许油，韭菜下，蘑菇跟着一起下，这样翻炒，翻炒到它们缩水，让它们都吃到一点油腥。然后加水，不要加太多，素汤要做稍微厚一点。滚水凉水没有计较，只是火要开大，让它快速煮开，不要把韭菜煮黄了。水开后火转小，蛋花下，如果继续大火的话容易出泡沫。最后撒上盐花就可以上桌了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